哎，这个鱿鱼看真不错哎。没有了，过来，过来，拿一个。啊，有，上吧。韭菜盒子来了，有地儿吗？咱这鱿鱼炒的是不是火候非常可以？嗯我也饱了，我都喝第四碗粥了吗？我要把这第四碗这几个词儿从视频里剪。这个鱿鱼看真不错哎，里边没有。
暖气面吗？对，有上车没问题啦。好吃，嗯，妈，你等会儿再唠呗。还一张饼，我唠完了。我说蘸酱咸了，洋葱咸，鱿鱼不咸哈。
回去你还得就是这葱头吃。对。吃。牛牛，你刚吃完饭不能那么运动啊，要不然容易肚子胀。快去医院了，知道吗？老老实实坐一会儿。
特别好吃的花生，可入味了。这花生啊，这是四点红，这种的还贵呢。因为我刚才吃那个入味啊，我刚才吃的头皮特别入味。暴露了，我吃过。